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进来实况谁？有鸟在我家外面乱叫。嘘，闭嘴，闭嘴！我这个射，我射得到他吗？啊！难怪我的窗户会坏掉，是因为被我射破了。OK， 我了解了，原来是这样子弄的。我们就东西稍微准备一下，我们就来去地狱看看。地狱的话，我就会把那个光影给关掉了。那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自己在私底下看到的时候，觉得好像也可以拿来试试看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不是打怪的时候都会掉这个嘛？这个是那个怪物的那个身上的配件。那这些配件呢，其实都可以用我们的工具来合成，变成一个武器哈。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如果把它做成一般的武器，是不是攻击力就会变得比较高，比较好用呢？好，我们来先来做一个木斧，它的材料，合成方式很简单的，它只需要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做成合成台，合成台加斧头等于这个。这个是初级锻造台，就是用来用那个制作恶魔的道具的东西，就是第一阶段。它总共有三个阶段，我们还可以用铁方块来把它升级成第二阶段，这是第二阶段。然后第三阶段的话，材料会比较多，需要用到钻石，这个我们就不用再上去，我们先做到第二阶段就可以了。他说，该锻造台可用于等级二或二以下的生物身体部位来打造装备，如果是使用更高级的话，可能就会被降级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做等级二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打开来会长得像这样子。我想说，我们来试试看做个东西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物品可以用于使用锻造台来创造更强大的装备。其实等级都是一耶，都还蛮烂的。都其实还蛮烂的。我来看一下会合成出什么东西好了。可以随便放吗？不行啊，不能随便放啊，都不能放啊。对啊，都不能放。Hello， 是中间需要什么东西啊？不晓得。我刚刚上网看了一下，它这个高级锻造台啊，它其实还有其他部位是需要去收集的，所以目前我们的算是材料还不太够，所以才会目前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制作的。OK， 那今天我想要除了去地狱以外，我想要再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狩猎仙女，我想要来召唤仙女，我想要看能不能让我做一把比较痛的手枪。这个是步枪，伤害是15，有没有类似狙击枪重型步枪？伤害是18，36个铁，然后吃的子弹是弹药4发，所以重型步枪可能伤害会高一点。那我们就做一个好，我们可以改颜色，但是对，没做到。那这一把枪它的子弹是弹药04，高级弹药。OK。这可以有办法做那个背镜吗？我想做个中距离的玻璃跟红石粉就可以做一个配件的话，有了，装好了。哦哦，很厉害呢。那我们把，我觉得这把冲锋枪其实不好用，我觉得它不太好用，我们都用这一把好了。好了，狩猎天使的任务开始了 ，Let's go。哼，一枪一个，伤害超高。一只，两只，哎，精灵，我看到你了。OK， 狩猎时候到了，把饭吃饱，因为接下来可能会是一场可怕的战斗，我们必须通过这些一大堆的邪恶的宙斯盾来击垮我们的黑天使。太黑了，啊，超黑的，欸，一只，对不起，精灵，抱歉的精灵，我很需要，我真的很需要那个知识。哎，又有，哎，啊，怎么还有？对不起了，精灵，我很需要那个，我很需要你的知识。对不起了，精灵，我很需要知识。哎，又有精灵，这里怎么那么多精灵啊？哦，有了，我认识好了，我认识他了，我可以召唤宙斯盾了，然后再是精灵的部分，精灵，麦兆，我为了你，追求你。你却不接受我，我只好用这个残忍的方式让你留在我身边。我要直接来做等级二的召唤之杖，蓝色的召唤之杖。然后我们必须把宙斯盾加进来。
要什么版本的、啊？这个好了啦，嗜血。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地魔，对，我来召唤看看我的宙斯盾好了，我的宙斯盾应该还比较厉害一点。好远，哎，就不能够好好的瞄准在前面吗？他一定只能够在我这边吗？呵，几只？三只。哦哦，是哦，我最多只能够召唤三只我自己的宙斯盾哦，好少哦。摩西黑马赫啦。像这样有没有？你已经进一步的了解天使了，精灵不是天使，那表示我可以召唤他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召唤他了，来来来，我们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，不对，100，知识等级2，好像不能召唤呢、欸。啊，他不能召唤哦，这种生物可以召唤为仆从啊，真的嘞，他不行啦。宙斯盾可以啦，仆从啊这些都可以，可是 天使不能召唤啦哦，好讨厌哦，还有花那么多时间在干嘛、啊？自嗨耶、欸，走吧，我们去地狱。这就是原本地狱的模样，看起来很正常哎、欸。那我现在召唤一下我的宙斯盾们，嘿，暗黑宙斯盾，走吧，你们要保护我哦。哇，快点攻击！对啦，好重。你们的伤害也太低哦，有了，哎、欸，他掉铁矿哎，哦，对他什么都矿，他很奇怪，他什么矿都掉，哼，想弄我，哼，哎，我就知道你看起来想杀我。你也是看起来想杀我，不好意思，我先下手为强了哈。有了有了，岩浆矿，就是你，哇，很多很多的你，有啦，这样就够了，64个剑多了。我们去找那个堡垒，我们去看一下堡垒，好可爱哦、喔、，I want you，Thank you， 收集帽子大师是我，嘿嘿，啊，这个魁地豹颜色好激烈。すみません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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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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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要见到你。哎、欸，怎么感觉他都没有伤害？啊，死了！哇、啊、哇、啊，完了！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。好硬的、喔，我死定了！我的枪没有办法一次对付这么多只啊！就没有，那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爆破性的东西？哦、oh, shit！ 哦、oh, 痛！就说了抱歉吼，很凶哎、欸。没事，不要惹这些猪人，伤害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抗的、啊，痛爆！有了有了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存档，因为我们目前火药那个烈焰感已经够了，我只是要来这里存个档而已。他刚刚是在，哎、欸，一枪没死，哇塞，伤害很能撑哦。好，回家。感谢今天的努力，我们终于平安的到家了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材料都给丢进去啊！我发现了问题所在，我们装进去的东西叫做熔岩，然后他要的东西是岩浆，我们必须再做一台机器叫做熔化炉，来把我们的熔岩块、岩浆块变成岩浆，才能够使用。所以我们少了一个步骤。OK。还要再做一个这个啦，扳手啦，这个扳手可以控制它的输出跟输入，小道具有了下来了，然后这个跟这个，哦，有了，有在跑了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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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，有了，琥珀结晶，啊，终于生出来了。
好了，我们把离魂沙跟管道都先放进去吧。基本上材料的收集都已经是具备完成的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我们下一回就来把我们要的东西慢慢的一一量产出来吧。那就是这样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叭叭叭叭叭叭。